미라하우스 오신 거 환영합니다. 와 미쳤다. 와 미쳤다. 와 화장어 좀 회색자리면 좀 너무 시. 아 나 여기 살고 싶다. 미라, 와, 너무 타고요 생일 해피하나. 오늘 생일 생일. 今日后面好似好暗咁样，但系其实咧个天仲系光。喂，差唔多暗噶啦，差唔多五点啦。 而家我係未食任何嘅嘢，因為今晚我哋要開一個小小嘅 party， 唔多人嘅，四個人嘅啫。咁今晚訂一啲海鮮啦，大家都知道我極度中意食海鮮嘅，所以跟住要留肚噶啦。而家就等緊佢送嚟，唔知佢幾時送，因為嗰啲海鮮就新鮮即送嘅。 오시느라 아유, 수고하셨습니다. 초대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우와 많이 준비하고 왔네. 好啦，未講完，頭先就係話咁啲海鮮咧，其實可以即日嗌啦。咁但係我哋就驚冇貨，因為我哋想食生蠔，所以我哋琴日就嗌咗咯。但係佢而家都未嚟，咁幾時嚟咧？唔知因為其實唔係我訂嘅，係我 friend 訂嘅。咁佢就話7點前會嚟咯。但係而家5點，咁我哋陣間有個甜品蛋糕。 然之後咧有支 white wine，點可以缺少 wine 嘅咧？我屋企，我之前唔係話買酒櫃嘅，我到而家仲未買，所以我而家屋企係缺酒嘅狀態。啊，個日本嘅，我哋個party hall，我哋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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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
아나여기살고싶다我可以住这里吗？请坐，请坐，请坐，休息一下，休息。너무좋구나这是他昨天帮我们订的海鲜，你怎么知道这个网站的？오늘회这个 APP 叫今天海鲜吗？今天生鱼片，生鱼片在韩国的新的 APP， 可以，就是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他之前是他在那边行销部工作的人，然后他的同事是我现在的同事，然后我同事就突然告诉我，哎，彩妮有没有听过我女朋友？我说没有啊，那他就推荐给我这个 APP， 因为我是蛮常使用 Colly。Market Calling， 当天三点以内就会买好了你的那个海鲜的话，当天就会直接到我家。佢有好多唔同嘅海鲜，佢除咗有生嘅海鲜之外，佢仲有啲汤品。我哋阵间系嗌到汤品。택배有啊？啊，택배啊！呀，오늘의해가왔습니다。呀，来了来了来了！뭐있을까요？안녕。와미쳤다와미쳤다와야이거진짜딱새우야우리제주도에서귀여워우리가제주에서먹었던새우를굴얼마나시켰어굴그냥20알충분하지않을까아맞아맞아그한명이못먹는다그래서아그리고이정도면은어많아개쩌는거아니야너무많아그리고뭐台湾鸡排같은것도사왔대真的假的真的台湾人嘛他当然要买的这是台湾人对因为我们锅其实一个好像量蛮少然后因为我们四个人我们怕了点不够我们点了两个好像蛮多的可能太多的话就放在就放在我们先看一个是多少好好好之后你自己可以吃啊yes 我超喜欢奇里我其实有点吓到你听懂奇里这个字是不是最近才懂的那个字南部都是不吃奇里我们是多吃梅温汤大家如果来韩国的话一定有吃过海鲜的汤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一般可能会叫它 Hamburtang 或是 Maewontang 都是一堆海鲜或是鱼在里面通常你看到都是红色的但是其实有白色的或是清汤然后两个字这样我比较喜欢白的因为比较舒服了喝起来然后一直很好奇它叫什么名字去年我就问了我们就去那些那个就是吃灰的地方然后我就说叫奇里那如果要韩国要吃白色的海鲜汤就叫奇里超好吃为什么是奇里啊我不知道没有连贯的对完全也没有连贯的而且又不是汉字吧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奇里是什么我们平常那种萨兔里什么之类的吗可能是吧我都可以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吃啊冬天就要吃生蚝啊对 Oh my god Oh my gosh 这也不大它脸长得很漂亮真的很漂亮good though二十只那我们一人只能吃大概六只阿能给你一个好吗哦它真的很多那个对对对对所以她老公也会讲中文韩
很厉害，跟你差不多。啊，你比较厉害啊。哇，谢谢。硬要。好，我是啾啾，结婚快乐，谢谢，哇，很兴奋哎，外套可以先丢哪里？我的头到问头放，哇，我们要放放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哎，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然后有一个黑木箱之类的东西，水果 Q， 然后蛋糕，他刚刚拿了蛋糕，白酒，好棒啊！可是我觉得这边好像这是里面有什么？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多？那好像够了耶。够吗？好像不用。啊，手抓饼。好，我觉得不要买炸鸡好了，太多了。好夸张哦，怎么会在家里面有这种东西？我真的没办法，我觉得这好厉害哦。不是因为我一个人住久了、啊，可是住了5年一个人、你都没有想过找室友或什么之类的？不要，我不要室友，我要一个人住，独立感的感觉。我超不喜欢室友。臭渣男哦！你一点都没有，他没有啊，他就是台湾人，他很用功，比如说看台剧或者看什么剧，他会自己做那个笔记，中文是这样子的，然后韩文应该怎么写，或是韩文这样子，中文会怎么写？我以前是学过大陆的腔，然后之后就去台湾念书的时候，就全部都翻成然后台湾那种口腔。现在韩国人，这是中文超厉害的两个韩国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互相讲中文，不是韩文。这也太大了吧！这感觉好甜、哦。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草莓鸡嘞。哇，好不错、哦，人家第一次在韩国参加这样 home party 的感觉。其实我也没有。所以我很荣幸可以提供这个地方给你们，你们都来我家。香港人会很喜欢你们 home party 吗？很香哎！哇，因为我在香港不办的，你可以吃一个月。这是怎么办？有点像，没有，是一个小橘子，是一个小橘子。哎，这真的完全是烛光晚餐的感觉。太浪漫了吧！第一次吃烛光晚餐竟然是在米兰家，怎么一回事啊？哎，米兰在生蚝旁边是不是很奇怪？台湾鸡排，我是大 C 五，生蚝，葱抓饼，薯条，然后大肠面线，问号，那个拜拜用的水果。You should stop. Stop. Okay. 스톱해주세요네저희가따라들어요한국어요什么韩国人的文随便就好了，随便啦。你们今天讲中文的，不要这样子。加！Merry Christmas！ 我要吃生蚝先，懂吃的人就是先生蚝。然后因为这位是不吃生的，我觉得你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它的美好。哇塞！오늘이크리스마스인가요？还是只是겸사？我觉得这里跟 Christmas 跟你们新婚跟一个 mix 的合集，特别多吗？后来觉得在家吃，你可以比如说酱点嘛，它就不用一定要只吃一个东西，对，就可以不同种类。我觉得米露的歌很好听哎，但有点难过，很洗脑。洗脑什么意思？洗脑的意思就是会。对，这是0.5秒翻译，人就翻译机。哎，你这样子中文是几集？6集，对不对？对，之类的。有。哇塞，这何止啊！这是这里最有名的 fan cake， cake 是这样讲吗？ cake 不是日文。我自己一个人来酒吧。对，哇，你在浪子吧？茶房，而且感觉他的盘子最贵的感觉，真的，对，这一点要1万，富豪感1万，真的突然很英国英式感，我也觉得，就是喝茶的时候用的吗？没有，我买的时候我买错的，买不是我想买小一点，它结果来一个碗一样的大小。其实要泡茶的时候我想，我家买这种的超大，我爱。但是你要看你这个是纸还是怎样，因为有些壁纸是完全是纸的那种，有一些可能是会什么防泼水什么，那个可能就会粘不上。木腔嘛，它其实粘不上的。我之前我有粘过东西，它会掉，然后我就一直要压它。事业的话可以做那种家居系列的。比如说旋布啊什么的，因为东西你本来就喜欢。
嗯，哎、欸，这蛋糕真的很好吃。对，我也觉得很好吃，是不是、嗯、超好吃？真的，真的，respect。我真的，我那个第一次的印象不一样，因为之前我只是看到你的 IG， 头发颜色、还有衣服穿起来的有点像。你怎么可以用刻板印象看别人？艺术家的那种感觉。哦。怎么说？查超恩？是不是想讲，其实就觉得是那种比较没有大脑的女生，就想说这个。啊，不是，刚刚点头。成长啊，对对，你已经改变了28了，你不要在他面前讲这种话。好，拍摄。